先麻烦靠路边一点，这边大车会啊，还有大车来。进去里面看，快点。
去车子喽。哦，好。这边到登山口那边大概多久？50分钟。啊？50分钟。雪山登山口。对呀、啊。所以走，那道路一次大概30分钟左右。哦，好。到登山口大概要20分钟左右。好。山下会特别冷，结果没有，结果还好。因为这边的那个天气很好。
跟旋转嘞。